情守山修，爱和情平洲千里繁华似锦，红叶城文化地，人才济济壮志凌云。啊，国家重镇世界扬各位同学好，欢迎各位一起来研究早期音乐。我们这一节呢，要跟各位谈到关于早期音乐演奏时机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种特殊的声部的使用，就是所谓的 contertenor 加上男高音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我们在课前所听到的，就是由 Alfred Deller 这位所谓的在二十世纪把 countertenor 加上男高音定位出来的Alfred Deller 他所唱的一首鲁特琴曲。当然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加上男高音这样的一个大致上已经是看不到的一个所谓的音乐传统呢，由英国的声乐家 Alfred Deller 等于说由于他个人的一个努力，把这样的一个演唱的艺术重新再复活起来。那当然这也是整个所谓的早期音乐复兴中的一环。那么之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恢复 countertenor 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主要是由于长久以来在传统的英国教会诗班纯男生的一个合唱团之中呢，事实上早已有用 countertenor 来演唱原来 alto 的部分，也就是女低音的这样的一个音域呢，由男生来演唱，而是用所谓的假嗓的方式来演唱。当然男人用假嗓这样的一个传统，我在之前呢已经跟各位谈到，其实在东西方都是很普遍的。男人用假嗓，他不见得是纯粹的是要唱得像女人一样事实上男人假嗓有他本身这个特殊的一个美学，而在整个西洋音乐来讲，
它比较特殊的就是它单独的事实上老早就存在，至少在中世纪的这个吟游诗人的演唱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男人以比较高的这个音域来演唱。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高的音域的一个演唱方式往往都是用所谓的 falsetto 这个字眼 falsetto 本来我认为有稍微有点贬义的这样的一种意思在里面，等于说你用错误的用 force falset 是像 falsetto 这个 for 跟这个 force 实际上有直接的一个关联用假嗓来演唱，在当时的这个教会音乐之中，在同时间大概十二十三世纪的时候，那么当吟游诗人开始流行，当这些这个吟游诗人演唱的一个方式，有时候呢也会带到了教会之中，那么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和挞伐，就是对于吟游诗人那种演唱的一个方式，用男人假嗓，或者是在他们用这个字眼就是 woman like 有点像女人一般的一个声音来演唱呢，对于当时的比较保守的教会音乐的一个观察者呢，他认为这样的话是把这种世俗化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呢带到教会音乐，当然整个呢和当时教会音乐逐渐的复音化有直接的关系，从原来纯粹的 Gregorian chant 单声部男生的演唱，如果你要在上面堆叠高音，势必堆叠上去的这个音域就越来越高，乃至于呢在不使用女人的原则下，男人呢势必得用所谓的假嗓，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在教会音乐中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在世俗音乐之中呢男人使用假嗓一直都是存在的，在文艺复兴时代乃至于到了早期巴洛克时期，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风格。那么在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很多人会把所谓的 counter tenor 这样的一个声音呢去把它认为呢这个大概就是恢复所谓的 castrato 烟唱人的艺术，其实本身 counter tenor 假嗓男高音它是可以单独的以它的原有的一个曲目独自存在的，当然男生唱女嗓和女生唱女中音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呢？至少呢我在合唱或者是重唱之中，这样的一个方式男生用假嗓的方式，那么由于在音域上是男生自然音域中比较高的音域，他需要使用比较上面的这种所谓的共鸣，相对起来所谓的胸腔的共鸣几乎是完全不需要使用，那么而如果我们今天同样的音域要由女孩子来演唱的话，势必要用到比较多的所谓的胸腔的一个共鸣，这种比较下面比较厚实的一个声音，当然同时会让我们感受到那种比较世俗比较属于人的一种人性的一种特质，汉早期音乐在宗教音乐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呢，那种不属世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其实有某种程度上的一个这个等于说不吻合。另外一个情形，另外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我们之前听到像 Emma Kirby 这样的一个声音，这种同嗓女高音的这样声音，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集中的声音，集中在共鸣上面。那么男高音当然毫无疑问是非常要用非常类似的一种方式来演唱。如果这时候在女高音和男高音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声部，如果突然是一个比较所谓的厚实的女中音的声部，其实在音响上的一个所谓的融合度来讲呢，其实是比较不好的，所以在合唱的一个所谓的声响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如果要寻求比较一致性的讲音响的一个效果，其实呢这个从高音女高音到女中音到男高音如果都采用一致的这样的所谓的共鸣的这个共鸣点的话，会比较有好的这种效果，比较好的音响和声的一个效果。
乃至于各声部之间啊，无论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么每一个声部它独立性乃至于每一个线条能够很清楚地展现出来，乃至于到将来的所谓的 Baroque 时期，像韩德尔的一些合唱作品，他在和声的一个使用上喜欢呢把上面的三个声部，也就是女高音 Countertenor 和 Tenor 声部集中在一起，然后和 Bass 声部拉的音域比较长一点，这样的一种啊所谓的块状的和声的一个效果，再再都看到啊，如果我们使用啊这个所谓的假嗓男高音混合在里面的话，至少会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效果出来。当这样的一个现象在19世纪以后，大家喜欢使用大型的合唱团，乃至动一个合唱团动辄上百人，女生一半男生一半，那 女中音呢动辄十来个人，像这样的一个情形，当然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期待像我们说使用假嗓男高音来演唱 alto 女中音的一个声部，因为毕竟这样的一个演唱方式不是一般啊未经训练的人可以演唱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比较啊比较少见。那么乃至于当早期音乐逐渐复兴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英国为主的一些重唱团或是合唱团，他们使用所谓的假嗓男高音来演唱 alto 的声部呢，有些人一开始会觉得非常不习惯，那么但是渐渐的越来越觉得被他们所说服那种演唱方式。当然啊，脱开这个所谓的合唱的一个传统，英国合唱的传统，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形使得英国呢有相当程度假嗓男高音的这样的训练，的确啊，在早期的这些假嗓男高音大多数来自于英国，而他们早期的训练也大多数是脱胎于等于说教会合唱团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在合唱教会合唱团中他们就是唱假嗓，来自于之后呢独立出来以独唱者的一个身份来演唱这样的一个假嗓。当然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比另外一个非常争议的一个问题，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些所谓的 countertenor 离开了合唱重唱的一个角色变成独唱的时候，男唱女声的这种方式，以及所谓的独唱中为什么要用男唱女声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其实在西洋历史中也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传统，也就是从巴洛克时期，主要以巴洛克时期为主的这所谓的歌剧的一个剧码之中，有专门为所谓的 castrato 而写的这些歌剧里面呢，就有要求男声来唱女高音的音域。当然 castrato 本身的一个形成这个呢是大致上呢大概在16世纪晚期，也就是事实上跟歌剧的一个形成的时期呢非常类似的一个时期。见我们看到呢，原来在教会的这个诗班之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castrato 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原来我们知道像教会的诗班呢是纯粹的男生，那么纯粹的男，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教堂，好比说那个教宗教皇的这个诗班 Sistine Chapel的块一向都是由男生来演唱。那么当小男孩因为他有音乐的能力，有歌唱的一个嗓音，那么被选入诗班，那么来演唱这个来为神侍奉。那么通常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侍奉到了他的这个成年这个变嗓的时候呢，等于说就要停止，一旦变嗓了以后呢他就被换掉。所以经常换的这个成员，诗班经常换掉的成员是这些小男生。当然大人的话负责男低音部分或者男高音的部分，这一般的大人通常并不会常被换，所以呢一直不断的在更换的一个情形。那在那个时代什么样的人会在诗班里面，有时候呢他们是从小呢是一个孤儿，乃至于送进了这个诗班里面，
那么靠着教会这个的一个帮助呢，使他们能够长大。所以这样的现象如果被赶出师班，因为变身的关系，我对于许多人来讲，他也许就失去了他靠欲为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很不人道的一种方式来等于说让小男孩子用阉割的方式使得他不会变身，乃至于呢可以继续留在师班。这样的现象呢在早期呢是在教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情形。当然他的一个不人道也会引起相当程度的挞伐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很早就有这个等于说负面的这样的声音对于 castrati 的一个所谓的禁止。但是呢我们一直看到大致上一直这样的一个传统在教会里面使用 castrati 来唱女生的一个部分呢一直要维系到20世纪初期。那么所以呢一方面教会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是并不喜欢，但是一直都还有 castrati 在存在教会的这个师班的一个演唱。当这个现象 castrati 本来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方式产生了这样子等于说因为有音乐的一个演唱的一个能力，然后用阉割的一种方式使得男人呢要继续有女生的一个声音，那配合着等于说这种歌剧的兴起，这样的一个角色呢被歌剧的演唱被歌剧的一个作曲家拿来作为歌剧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由于他们等于说男人却有女生的一个声音，乃至于这类型的人通常先决条件就是因为他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能力，才会等于说被要求要去阉割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歌剧中使用这样的一个非常罕见非常少有的阉唱人来作为歌剧的一个角色，在17世纪乃至于到18世纪呢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几乎呢大约当时从17世纪这个歌剧的兴起，第一出歌剧蒙特维迪的这个 Ophel 就有使用所谓的 castrati 来演唱他的歌剧，乃至到18世纪初期呢，我们看到几乎每一出歌剧都有使用 castrati。 这样的 castrati 呢，他们有非常高的音域，相当于女高音的音域，而他们却是男人的身体，而且往往有非常这个雄伟的声音，非常这个高超的技巧，甚至能够一口气呢总是可以拖长到长达1分钟的一个时间。那么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就是描述在18世纪最有名的这个 castrati Carlo Broschi， 他的这个艺名叫做 Farinelli。 那么在1994年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被搬上电影。在这个电影之中他利用所谓现代的电脑 Morphing 的技巧把一个女高音和一个假嗓男高音的声音把它结合在一起，才形成了大致上我们认为可能的这个真实的 castrati 的一个声音。
那么这样的一个声音，当然仍然不见得是真正的卡斯特拉蒂的声音。那么也在现在这个许多巴洛克时期的这些所谓的歌剧，逐渐的被搬上舞台来演出，由谁来演出这样的一个卡斯特拉蒂的这个角色呢？大致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有两种，一个呢就使用所谓的 contralto 是女声，但是呢带有比较低稍微低一点的音域来唱卡斯特拉蒂的一个角色。另外一种常见的就是由 countertenor 来演唱，假嗓男高音来演唱。那么少数的假嗓男高音，他们的音域呢可以爬上几乎像这个 castrati 原有的音域，使得呢这样的演唱呢变成可能。关于演唱人的声音到底怎么样，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节目 BBC 他们曾做了一个 documentary 一个纪录片，寻找烟唱人的声音。那么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段，那么根据 Hunter 的这个阿利亚呢，那么来等于说用电子合成的方式合成出一段他们觉得可能夹这个所谓的 castrato 烟唱人应该会有的声音。那当然最后呢我们用这个小孩子的声音，女声countertenor 以及一个很特殊的这个角色呢，他是一般正常的男生，但是他似乎没有变声，来四个角色呢来演唱同样的 Handel Aria， 我们一起来欣赏。
Alessandro Marisci 呢，在1904年的时候呢，曾经做过一次这个录音，那么也是我们今天所能够留下来唯一的所谓的演唱人的真实的声音。当然，以那时候的一个录音技巧，即便是卡罗素的一个这个演唱，往往也是惨不忍睹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第一，我们不是由于录音的一个技巧的一个关系，所留下的声音往往是非常糟的。第二个啊，我们也不敢确定 Alessandro Marisci 啊这样的一个演唱人，他们的这个演唱的技巧跟我们所说的历史上这些有名的演唱人之间有多大的一个差别。他也许不错啊，那么也许呢，和他们有
这个不可道理记的差别也有可能。第三个，就 Alessandro Marucci 这样的一个演唱啊，在这个录音之中呢，到底是不是他自己最好的一面，还是这已经是他整个事业啊，等于说进入这个低这个下滑以后所做的录音，这些呢都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个现象。所以，但是呢，我们至少我们留下来了这样的一个录音，我们今天来听一下。真正的一折不扣的演唱人Alessandro Marucci 他的所演唱的一首大家也许非常熟悉的 Ave Maria， 这是1904年的一个录音。当然大家 先要有个心理准备，他的录音效果是非常糟的。那么而且呢，那时候都是所谓的蜡封的这样的一个录音方式，也就是你必须一次录完，他没有任何的一个剪辑，即便呢录制的效果不好，也必须要承认它的结果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请各位同学呢先深呼吸一下。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个演唱人他所留下来的声音。刚才呢是最后的一位演唱人 Alessandro Marucci 他所演唱的阿贝玛利亚，不晓得有没有让你刚才的那餐为你刚才的那餐饭这个呕出来。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各位同学要相信我，就是我听过一些更惨不忍睹的早期的录音，它是有一般正常的女高音或者男高音的演唱，
同样也是如此惨不忍睹，让你会觉得惨到让你会发笑。当然这个是牵涉到第一个一个早期的录音，它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一个剪辑。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必须要不得要赞叹，就是音乐美学上这个所谓对演唱者的这样的一个所能够被接受以及被容忍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不同的时代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那么这样的一个录音当然是为了要留下一个记录，那么录音者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有相当程度的这个知名度才会被录音，而这样的声音会被当时所接受，和我们现在的一个感觉有这么大的差别。我想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告诉各位同学，其实呢这个假嗓来演唱的一个状况呢，以现在来看呢，当然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再怪的没有什么太怪的事情。那么假嗓只要让我们觉得是一个能够接受在美学上能够通得过，我相信呢它都有绝对的一个能力让我们呢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演唱，但必须在美学上能够让我们觉得过得去。接下来呢我们就举出一个最经典的例子来做一个比较。那么我们取自于蒙特维迪他的晚年最后的一部歌剧这个 Coronation of Poppea， 普佩亚的加冕。普佩亚是尼洛王后来娶的老婆。那么这个最后一幕呢就是这两个情人最后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当然这那我们知道在历史上罗马的这个暴君尼洛呢是有名的这个残暴的这样的一个君主，这是等于说刻画他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故事。最后一幕呢是一段情歌，普佩亚他的从情妇变成他的皇后，他的一个加冕，他们两个呢唱的一个情歌 Putting Mirror 我凝望着你。那么好，那个原来的这个 Nero 的这个角色呢在过去来讲一向都是所谓的烟唱人，在 Monteverdi 这样的一个角色呢一定是给烟唱人，是等于说极高的大概是女高音音域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现在来讲大部分呢是由所谓的 contralto 来演唱，也就是女生呢来唱这个角色。但是呢近年来由于一些非常优秀的 countertenor 也能够把握住这样的一个音域，所以呢这个角色呢有时候呢也由所谓的 countertenor 来演唱。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要听三个版本，一个是 countertenor 等于说来演尼洛，一个是 contralto 女生来演尼洛，另外一个呢是男高音来演尼洛。这个时候男高音当然没有办法唱那么高，所以呢他整个把这个音呢降了八度。当然降了八度绝对不是原来 Monteverdi 的原意，那么声音与声音之间的音程的那种交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打颤的那种效果呢在经过了降八度演唱呢可能就没有原来的情形。我们一起来欣赏。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要听的是 Yahusky 这位极为优秀的Countertenor 演唱尼洛，似乎我认为是我们现在可能得到的最好的诠释。第二个版本呢是用 contralto 来演唱，注意到演 Poppea 这个女生呢是同样女主角呢是同样的 knees 来演唱，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一个比较。第三个版本呢是由男高音来演唱，我们听一下。
I'm sure is extraordinary. What do you think, Michael? I think the most successful portion of it is the very beginning. That was the most interesting to me on the extended note. It's a very strange and rather spooky sound. It's a bit difficult to accompany because there's not a human element to it in that you cannot hear the breath. Spooky is the word. I think spooky is a very good word because it is something other. And that is an essential thing that we knew. I think we really did know we were after that. I mean,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is important is that we get away from a soprano sound. I don't think we're listening to a soprano, and neither do I think we're listening to a cathedral chorister. Nor a cantatenor. Nor a cantatenor. There's no falsetto. So we have moved into a different domain. Oh, yes. So at least we've achieved that part of it, but I'm not sure we've arrived. Perhaps it's fitting that this telling but ghostly reconstruction is as close as we can come to this dead voice from a lost age. But what we are left with is the music that these singers made, and the human voices that can still sing it. Sounds of enduring and ravishing beauty.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到正常，我们就来听一段由 Michael Chance 非常有名的英国假嗓男高音 Countertenor 同样的演唱 Henry Purcell 的一首歌曲 The Queen's Absidium。这样的一个Henry Purcell 他的一个这个歌曲呢，他的一个演唱的一个媒介是由一个等于说高音的旋律加上所谓的数字低音的伴奏，这是在17世纪乃至于到18世纪前半期音乐的肢体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作曲家呢写一个高音的旋律加上他的所谓的伴奏的声部，伴奏声部他不是把他所有要演奏的东西呢全部写出来，他只写上了一个低音声部，所以看起来这样的乐曲呢只有两个声部。其实呢高音声部是一个声部，但是低音的部分它所蕴含的除了那个低音线之外呢，它还包含了所谓的和声的暗示。这个和声的暗示呢的一个写法是用所谓的数字。那么作曲家用各种不同的一个在这个低音声部上面加上一些数字来代表这个低音之上还要填些哪些音程，那么当然填上哪些音程代表呢要填上哪些和弦啊，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你说为什么不直接就把
填上的和弦的那每一粒音把它写下来呢？其实第一点，其实在当时来讲，数字低音到底要用哪些乐器其实不见得固定。那么每一个乐器在演奏一个同样的和弦，好比说一个鲁特琴或者一把吉他要演奏一个西和弦，和用大键琴或者是钢琴演奏一个西和弦，它声部的排列方式其实有相当大的不一样，因为乐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把它写死了啊，使得这样的一个演奏呢，就变成你专门为了某种乐器才能够演出。这在当时来讲，音乐的演出的一个媒介呢，其实呢啊，并不是那么一定的。所以你今天要用哪么样的乐器来伴奏，其实不一定。所以作曲家在写这类型的乐曲的时候，他是用数字低音，是有非常啊绝对的这个所谓的实际的一个目的在里面。你可以适用于不同种类的伴奏乐器，那么这些伴奏乐器可以同时的存在，或者是单一的存在都有可能。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当然到了十八世纪后半期以后，所谓的古典时期开始，作曲家比较倾向于把所有他要演出的东啊，他心里所要演出的每一个音都把它写下来，其实有非常大的不一样。而多半今天受到所谓的古典音乐训练的这个音乐家们，他们的习惯的一个方式就是谱上写什么，他就每一粒音每一粒音把它演奏出来。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和巴洛克时期这个演出的时候永远具有某种程度的自由度，其实是有相当大的不一样。作曲家往往只是把你所要填充的和弦告诉你，但是你这个和弦要怎么演出怎么弹，其实是允许演奏者呢在当时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度的，包含你要用哪些音来弹这个和弦，包含你要怎么样弹这个和弦，都其实都有容许这样的一个自由度。那么去演奏事实上在谱上呢并没有完全写出来的一种的这种方式呢，这叫做 realization， 等于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诠释。在早期这一类型的 Baroque 时期的这歌曲，它的伴奏部分都被这个音乐家呢把它 realize 成为一个所谓的钢琴的这个伴奏谱，也就是也仍然把每一律都写上去，虽然在和弦上在和声上也许没有太大的错误，但是在诠释上它被固定成一个每次演出都是一样的，以及钢琴它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音质，它的音色其实跟早期音乐的演出其实是相当不一样的。那么在今天来讲，我们看由于早期音乐的一个复兴，阅读所谓的数字低音乃至于演诠释数字低音越来越接近所谓的真正 Baroque 时期的演奏方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就来听这首曲子。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很多人会把所谓的 counter tenor 这样的一个声音呢，去把它认为呢，这个大概就是恢复所谓的 castrato 烟唱人的艺术。其实本身 counter tenor 加上男高音，它是可以单独的以它的原有的一个曲目独自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尤其我们看到一些早期巴洛克的这个英国的一些曲目，我们看到像 Henry Purcell 这样的一个这个作曲家，在他的一些歌曲之中，特别喜欢使用非常非常高的男声，那么是几乎必须使用所谓的男声的假嗓来演唱，而得到了一种非常纯净让人觉得无可取代的那样的一种美感。那么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曲目，可以算是最能够表达所谓的 counter tenor 艺术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尤其是在英国从16世纪末期到17世纪之间，这种所谓的独唱的歌曲，我们可以看到 counter tenor 的艺术呢到达它的一个高峰的一个状态。也难怪呢，20世纪的所谓的 counter tenor 的一个复兴是从英国开始，乃至于现今我们看到主要的 counter tenor 的一个传统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英国。我们is love to be.
上呢是 Henry Purcell 所写的 Sweeter Than Roses， 比玫瑰还甜美这首歌曲。那么一样我们看到是用这个歌曲一个单旋律的歌曲加上数字低音伴奏的一种形式。担任数字低音的伴奏乐器呢，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大键琴，另外一个是鲁特琴。那么此外呢，他还利用一首Viola da Gamba， 也就是维奥琴古提琴来拉低音乐器这样的一种演奏形式呢，大致上是在17世纪开始欧洲的主流的音乐的一个写作，大致上都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而数字低音的这样的一种伴奏形式，它本身容许有更多的自由度，只是提示这个所谓的和声的一个进行。至于和声要怎么样演奏，端看乐器演奏者他在当时所做的一种诠释这样的一种自由度，对于古典时期以这样的这个音乐家来讲，显得有一点比较不一样。那么乃至于到凡是受到之后受到这种所谓音乐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演奏者，大多是谱上怎么写，然后呢他们就怎么弹。那么对于数字低音的演奏以及它所带来的即兴的一种能力呢，渐渐的消失了。乃至于到了20世纪的一些演奏者，如果当他们需要演奏所有 Baroque 时期以前的这段时间的这个音乐的时候，他们必须要使用等于说已经先由音乐学者或者是这个编辑者呢，把这些所谓的数字低音把它 realize， 等于说把它诠释好了，变成所谓的或者钢琴谱，钢琴的伴奏谱，然后他们才能够演奏。当然这样的一个效果本身是有相当打折扣的，因为这些改编后的 realize 后的这些数字低音大多数是依照着等于说是古典时期以这样的那种和声观念来谱作的，其实和原先的 Baroque 时期的这样数字低音的这种和声的一个进行以及它的所谓的 voicing声部的分布其实是有所差别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演奏，我们可以逐渐的看到原来所谓的数字低音的一个风格。当然 Henry Purcell 在这样的写这样的一个作品，为了非常非常高的男声来写，并不是为了要制造任何不正常不自然或者很特殊的效果。这样的一个使用所谓的假嗓男高音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实际上当他如果能够执行的非常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假嗓男高音可以刻画这个非常漂亮直接而且呢纯净的音乐线条这是我觉得在假嗓男高音表达上特别值得让我们注意的，就是旋律的一个线条你可以听得清清楚楚。那么一个好的假嗓男高音可以激发起那种这个歌词中那种非常精确的用于措辞的一个能力，使得呢文字和这个情感之间有一个非常令人动容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效果。有时候呢我们可以听到他的真嗓真正的这个这个所谓的男高音的一个真嗓的一个出现，使得呢我们看到整个制造出更强烈的，有时候是很喜剧化的效果，或者是极为悲剧化的效果。那么这些呢我认为都是所谓的假嗓男高音特殊的这样的一种美学。当然话说回来早期音乐的一个复兴同样也带动了所谓的很多巴洛克时期的歌剧，尤其是韩德尔的歌剧的一个重新被演出。而这些韩德尔的歌剧在当时呢其实都有所谓的 castrato 的角色，而的确这些 castrato 的这个角色呢，我们有相当程度的使用 countertenor来演唱，
使用就是在countertenor 中还特别音域特别高的 countertenor， 使得他们有能力呢去演唱 castrato。 但是不论如何 castrato 并不等于countertenor， 演唱人不等于假嗓男高音啊，这个男生的假嗓本身是一个非常珍贵而且呢可以使用的这种艺术的器皿，尤其在巴洛克时期以前，文艺复兴甚至中世纪，我们本身呢在音乐上就有这样的一个使用假嗓的一个传统。那假嗓的独唱，那么有它自己存在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价值。接下来我们还是为各位再放一首 Michael Chance 这种假嗓男高音 countertenor 所唱的 Henry Purcell 的歌曲 Music for a While， 来点。
各位同学，刚才所听到的是 Henry Purcell 的歌曲 Music for Why 音乐的时段。那么当然大家从音乐中可以看到，这类型的音乐是一种那种亲密而直接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需要了解这类型的音乐都是在所谓的大众音乐会之前的音乐艺术。那么大众的音乐会，音乐家演奏者要考虑到的是你今天面对的是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这样的一个观众，在大型的一个场合之中，你必须要采用的方式是一种强烈的煽动的激情的甚至夸张的音乐的一个投射的一种方式，乃至音乐的一个素材媒材也必须要按照这样的一个场合来表达。相对起来，早期音乐在是远在所谓的大众音乐之前所发生的。它大致上在室内的话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房间内，面对的人并不多，那么或者是在家庭的一个自娱娱乐的一种现象。那么这类型的歌曲它本身是一种细致的，是一种内省的，是一种冥想的一种表达，是一种尽在不言中的让人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所谓的音乐艺术，其实在表达上有非常大的不一样。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Count Denner 所表达的那种静谧的一种效果，的确是这类型音乐很好的一个器皿。好，我们再来再下来我们再听一首很有趣的这个歌曲，也是 Henry Purcell 由的歌曲 If Music Be the Food of Love， 如果音乐是爱情的食物。 Henry Purcell 作曲， Michael Chance Count Tenor 的演唱，我们来听一下。刚听到的是 If music be the food of love， 如果音乐是爱情的食物。那我们看到比较鲜活对比强烈的音乐表达，那么和至于音乐之间很清楚的这种对应。那么当然这是所有歌曲演唱者都应该
要表达的、应该具有的一个能力。在 Michael Chance 这位 countertenor 中，我们看到更直接、更理想的一个表达，他一直都是我认为最好的 countertenor 的一个代表。我们最后剩下的一个时间，我们再为各位同学再放一首Michael Chance 所唱的 Henry Purcell 的一个歌曲，是一个非常悲哀的绝望的这个歌曲，我们更可以看到这么 countertenor 在情感表达上的一个力量。 In the black dismal dungeon of despair， 在如黑暗忧郁徒劳中的绝望。Sweet, kind, chiding, good.